下一世神龟望月。 下面我讲解一下神龟望月动作要领：结前式，撤左脚向后撤步，向前劈棍，同时转身，拧腰转身，左手压把，右手上挑把，形成一个崩棍动作，崩棍。 那么注意看它的这个崩，这个感觉要出来，而且是这个手腕往里卷起，有一个这个螺旋力量产生。做好这个横裆步要做大步型，压把要快，这个感觉要快。眼睛向右斜前方看，目视棍尖儿。 棍尖部位，注意大腿放平。那我讲解它一下它的基本用法。这用法呢，仍然是一个带有什么？带有劈棍的感觉啊。比方说，对方啊从侧面扫棍，我先打头部；对方棍起来之前，我先打头部。 那么后边这个棍法了，实际上是对方啊，他比方这个攻击他，我可以把棍收回来，打完之后啊收回来怎么办？用这崩棍，可能很快的把这棍呢一崩就掉下来，掉棍了，走，这棍呢可能会打下来，挑起。还有一种做法了，是一种假棍，所谓假棍呢是虚实相间，劈他是假。 把棍收回来，挑一裆部是真，翻起，这个力量是非常大。那么在古代了，这种棍法可能在击棍之间，这人呢从腾空从头上飞过，所以这在武当派里面利用棍法攻击啊，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传统的棍法运用，都有很多显过很多这个神威。都是运用当中呢，注意这个手啊劈，我可以收回来了。 挑，我可以用挑起，也可以挑棍。棍呢，我可以从侧面挑动。对方击棍之间可以点击，点击后啊收回来，从这儿往上挑。而这个挑棍呢是个崩力动作，崩棍动作，速度很快，压把力量也很大。所以注意这个上下前把后把中间的运用。所以崩棍呢就像山洞地摇一样，是一瞬间发出的一种力量。 而这种力量啊，利用下坐或者挑动，这个力量要非常明显，挑动，是吧？压下去，卷住，注意两脚落稳，身体不要晃动。下一式，二郎担山，下面讲解一下二郎担山动作要领。那么谈到二郎担山了，咱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。 这个传统文化小说里边有一个特别人物，是一个二郎神。这个在民俗文化和道教文化里边也有很多这样不同的传统的流传。那么二郎担山呢，顾名思义，它有这个背棍动作，在棍法里边有一个背棍动作，然后出手。那么出手了，我们要求在玄武棍里边，掌为龙掌，不像普通这个手掌四肢并拢。 是吧？手掌张开，这个掌心含空，以龙形掌为标志，是吧？普通人练棍呢是四肢并拢，伸直，而我们现在要求，这个用天心发力，掌心呢含空，形成一个龙形之势，龙形掌之势。那这个棍法了，这个中间是有一个五花，然后。 右手收于这个左臂腋下，左手掌心向下压后把收棍了，开始往后拉平，上步上右步出这个右掌，掌心含空，然后棍呢后边拉直，力行拉直，那这个棍法重点也是通过棍呢，藏棍、收棍、发棍、中间攻击。好，我讲解一下用法。好，比方说啊，比方扫腿，比方扫腿，扫腿啊，我可能会这儿挂，挂之后了，可能一次挂不住，那我再挂第二次。 挂第二次之后呢，我可以利用上步的同时，用挂把引棍攻中间攻击，用掌心呢、啊，掌心突力打出，所以还形成这么一组。那么当然这个是扫棍是一组，还有一些古代啊，别人会用枪，扎枪，扎你，是吧？有兰拉扎啊，有很多这个扎法。那么像这一个走一个。 走一个，再扎，这儿走，这儿走，所以它几足棍法可能很快，那么你这反应也快，所以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反应必须要快，然后完成本足动作，最后形成一个后边背棍动作出掌，然后这个啊以后在运用当中呢，也需要掌握一个技巧，那就说你这个背棍呢挂棍要快，甚至我们在拿棍同时，这必。 棍法刺过来，这刺过来，你要迅速走吧。那么这个迅速就产生一种效果，对方还没有来几收棍，也没有来几反应，你这一掌啊，这一掌已经打入这个人对方的心窝，有了天心乏力，可能会把五脏会震裂。啊，在古代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，所以我们讲解它的用法，尽可能让更多的热爱武当武术的人呢、啊，了解它真正的奥妙。 下一式，金龟戏水。讲解一下金龟戏水动作要领。金龟戏水啊，也仍然是一个这个防守护身这么一组棍法。它通过这个前边几个棍花，那么这个棍花是转身五花。 最后完成这一组艺术动作，但这一组动作呢，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步法，步法要从最好前面搁一个摆步，一个扣步，转身过来，那么到最后了，还得有一个往上撩一个撩棍。那前边这个五花呢是随着身体转动，随着身体要走，啊，刚开始要注意第一步和第二步，第一步、第二步啊是先从侧面上。 右脚，再跟左脚中间转棍滑，翻身。这个不是很复杂，但是中间就是增加几个背身五花。那我们讲解一下用法，你先做一遍。好，走。 好，行，来，快，你站这不要动。那我们咱注意看到啊，看到它这个在用法上当中啊，首先是还有一个转身，转身什么？这棍呢可能刺腿，所以我很快从这儿走，走着走怎么办？挂棍，挂棍以后转身，再一个点棍点下来，反身。那么这么一组棍法，身上是上下连点两个。 然后下边点棍，再翻撩，那这个点棍翻撩了，仍然是在你在前面击棍基础上，注意接棍。好，这儿点棍，然后我再上最后一步，上这个右脚，再撩裆。这前面是两个点，中国五花两个点棍，最后啊一个劈棍，再反撩，走，反撩。 从下向上，力量要最好，把棍子放平，不要太高。注意动作里这个连贯性，整个护身呢、啊，护身的连贯性。撩，向上步。然后这组棍法比较有一定的变化性。再由我的弟子啊，袁立敏再做一次示范。下一式，风卷残云。讲解一下风卷残云动作要领。风卷残云呢是在前面基础上，以这个摆右脚，扣左脚，上左脚，然后斜面击出。 那这个棍法在前边风卷残云里边有相同之处，但是就是角度和步伐上有所区别。那么这个区别啊，在于这个步伐运用上有一些变化，我们讲解一下。这个讲解了，首先是对方劈棍，转身，我还是从后面点击他颈部、头部，这是其中之一。 如果对方啊是用刺棍或者刺枪动作来攻击我的中部和上部，我仍然是如此，划开，转身，点击头部，打腰部，还有一种是打腿部。再看，注意打腿部，上面头上刺头。那么刺头之后呢，我还是利用这脚步走这个弧形步，是吧？类似于八卦门的这个唐尼步，我们从这儿走，这儿打。 一打人呢，都可能会摔倒，会坐下来。走，啊，这个是一个下边从下往上打的棍法，它仍然有比较好的攻击性和巧妙的这个步伐运用。然后不同点就是还有一个转身弧形步，缠绕而进，所以这个效果啊非常的比较明显，与前一组啊有一些区别，都是在步伐上的区别。那么其他要求跟前一式。 这个重复动作啊，要求基本一致。下一式，叶底藏花。下面讲解一下叶底藏花动作要领。叶底藏花实际上是一个挑棍、蹬脚、点棍动作，而点棍呢，要求下身要下蹲，形成一个小麒麟步。 很小巧，减少啊对方他对你攻击的面积，以此啊产生良好的防身和这个攻击防守的这么一个作用。而这个主要是蹬腿和这个点棍中间啊是连环出击。我们讲解一下它的用法。 好，对方还是利用这个劈棍斜劈，或者是正面劈，或者是刺。我们先讲第一种，从斜面从背上打过来，这么一个棍法啊。从这个角度反手。好，那我对方也打棍过来，走。哎，我这可能接棍，接棍了，又预防他有其他变化，怎么办？要迅速近身。 接棍呢，现在来不及，蹬，这一脚在心窝上走了，好，后边呢，后边是个连贯动作，大家看，万一对方啊，我的防守蹬击，他会迅速的撤退，往回撤退之后呢，我有对蹲身点击裆部，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，它是进退连击，形成一个连贯。 攻击的动作，类似于像形意门这个崩拳，它有连珠炮之用。咱们都知道，过去在这个形意传人里边有一个郭云深，他利用崩拳打半步啊，形成连珠之势。那么武当这棍法里边，跟这个有同工异曲之妙，大同小异，可以通过连击产生一种良好的这个积极效果。 下一式，黑虎坐动。下面讲解一下黑虎坐动动作要领。及前式，黑虎坐动啊，顾名思义，像老虎啊，这个在山中坐虎观山一样。那么不同点就是棍呢有个上撩，虚步，形成一个虚步之势，虚步。 当然，虚步可高可低，分上中下三盘。上盘可以高一点，中盘可以低一点，低盘了我可以做得很低，是吧？力求说这个虚步啊，我虚步要做到特别低都行，做很低。那么这个右虚步也是如此，棍斜向上方。 然后前面有一个黑虎做动力这样一个重复动作、过渡动作，它的其用法以及运动方法大同小异。下一式，股树盘根，下面我讲解一下股树盘根动作要领。股树盘根呢是一个。 圈棍是从下向左、向上、向右转圈，圈棍这么一种动作。而且圈棍呢一定要活，很活，要防守自己的中盘和上盘，而且借助腿法和腰法，这个要借助这个步伐，要形成一个防守动作。直接是撤。 左步开，再撤右步，再开左步，中间啊连续向后撤步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棍呢基本上是转在九圈左右，收，然后后把收回，形成斜步，握紧棍斜向上方，眼睛斜向前方看。 目视前方，注意这个过程中啊，要连贯，走要快速。还有最后一个动作是收棍，撞，收，蹲身。那我们讲解一下它的用法。对方啊，比如说枪法，咱们转身。 他要连续啊，刺激，刺走撞，走撞压，转棍好。我用这个方法收了以后挑起，预防对方在向前攻击，收回棍。那我自己保持这么一个防守、挂、架、撩、圈，形成这么几组小组的棍法。 来防身自卫，达到防护自己。那么最后啊，它有个伺机而发。那么在下意识当中啊，它都会产生一些在防守当中，在反击。那么这个防守反击啊，一定会在棍法和身法相互协调基础上去加以运用。下一式，白蛇吐信。 下面讲解一下白蛇吐信动作要领。白蛇吐信呢是在前一式基础上，上右脚形成弓步，右弓步，左手我后把向前穿点而出，保持平稳。 右手啊，放松滑把。那当然，这个动作啊，也是一个进攻性动作。这个我在刚开始几式啊，有一个白蛇吐信，与此啊有点相似。不同之处啊，是它从低处向中盘攻击。我们讲解一下。 好，再讲解一下，咱们在这个，这股树盘根啊，在它进攻啊，一进攻，先一个压棍，迅速啊往前走，上右脚，点击咽喉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啊是一个压棍，点击，跟前一个这个瀑布啊往前白蛇吐信呢有点区别。 它利用中盘和上盘发生变化，我们前一式这个这个变化呢，主要是用于底盘和中盘的变化，这是它不同点。其他的这个动作要领基本一致。下一式，黄蜂出动。好，下面讲解一下黄蜂出动动作要领。黄蜂出动啊，在前边仍然由于这个式跟此相同，实际上是从藏棍开始，突然一个攻击。 那么这个用法呢，和前面的用法也是基本一致，无非是在这前面基础上上步，算是一个中心点棍，要求这个棍身要平，点击要准确，眼神呢要非常这个看东西啊，一定要有凝视、凝神这种感觉，要准确。下一式。 悬崖勒马，下面讲解一下悬崖勒马动作要领。悬崖勒马主要是借用棍后把转动，转动了，同时啊上左脚形成虚步，这个意味着是身体左侧像悬崖一样。 马要收住，快速收住，是吧？形成勒马之势，要棍呢向后搏动，用后把、滑把，滑把之后，前手、右手啊开始往前用力，左手啊向回拉，形成回拨，之势。这个是一个防守动作，我们也简单的讲解一下它的用法。对方啊。 扫击腿部，用棍扫击腿部，走。防守，我们可以侧身攻击啊！哎，先防守他，抬腿往落地，形成虚步，以更好的去减少对方的攻击。对方、啊、如果是用枪刺腿部，仍然也是如此，刺腿部，划开、拨开，然后回身，眼睛凝视对方。 下一式，二龙戏珠。下面讲解一下二龙戏珠动作要领。在前一式基础上，上步要有一个快速上步这么一个过程。抬左脚，略做正步，上步加大力度。 劈压，然后迅速收回，点击，然后头迅速从右向左摆动，回身点棍过程中啊，两腿要下沉，形成一个4平马步。那我注意这个动作啊，动作的规范性，点击。 这个也是武当派棍法护禅棍法当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，也非常有特色和特点，以及它有巧妙攻击性的这么一个标志性棍法。大家注意再看一下它的用法。好，先说这个对方，斜击我的这个肩部，斜击之后呢，我持压棍，我侧身啊，斜于一个压棍，迅速点击他的这个腹部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是群战当中，周边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可能更多人跟你在一起群战，你如何利用棍法、身法、步法来巧妙的来回避对方对你的攻击？ 形成闪展腾挪这么一个身法形式，然后借机发挥，乘虚而入。包括他这个回身这个二龙戏珠啊，第2个点棍，它有左右2个棍法，2个点棍。如果说这个在右侧仍然有一个敌方啊，有个对手，你跟他有攻击，那么这工作啊，可能是真动作，是比较实，当然也可以做虚的这个虚棍、虚拟做法。突然回身，攻击后方之敌，后方之敌攻击。而这个攻击啊，你也可以在日常防身自卫当中发挥作用。对方啊，如果是以非常凶猛的这个姿态，举棍，啊或者劈击，对你啊产生巨大威胁的过程中，你可以低身迅速点棍，来化解对方的汹涌之势。举棍。好，他举棍还没有下来之前，你是后发先至，走。这是其中之一啊。还有一种，那就说，对方啊从后边偷袭你，你凭自己啊余光和耳朵的听力来感觉对方对你打击的部位，这打击部位可能是头部，因为你也前面也攻击，那么头部啊，它可能会平扫，扫击，扫击一扫击，正好一棍跟进。对方只要棍扫棍听到风声之后，要迅速反应，点击他的这个腹部和裆部，是吧？当然，在武当这个棍法当中。还有点击腿部，这个是致残，但是不至于致死啊。比如说啊，扫棍，比方说啊，膝盖，这可以致残，但不至于致死，所以可以留一条这个生路。一点呢，人可能马上就跪下来了，瘫了，可能马上就会跪下来。包括左右腿，这个膝盖骨啊可以打开，但这个话讲得很深也很细。这个希望这个热爱武当武术的这个人们呢，要正确认识这个传统文化它具有的宝贵价值，不可以去做一些违法乱纪之事。下一式，凤凰展翅。讲解一下凤凰展翅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左脚向左前方滑出。右脚根部，这个我们在以前讲座当中已经多次重复。武当功夫啊是逢进步必根部，我们有根部之势，展开棍法展开。左手啊，双手掌心都向下，左手收棍，右手推棍，形成这个伸展之一。注意步法，根部。注意后边这个角度90度，棍斜向上方。那我也讲解一下它的用法。比方说啊，这个我们在点击对方，这不断的点击对方，他这个很快做了防守反应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把棍呢收回，同时呢，迅速上步，攻击头点部，是吧？在这儿迅速收回，攻击脸部。另外还有一种呢，啊，还有一种是回拨，它往回拨，我在点击它腿部过程中啊，往回拨。往回拨怎么办？我这现在啊，顺势攻击，利用上部、根部攻击头部，攻击颈部，这个效果也很好，会从中啊起到很巧妙，是吧？用力不大，效果很好，产生一个很好的防守和这个打击效果。下一式，魁形颠倒。下面讲解一下魁形颠倒动作要领。这一组棍法也是一个快速反应，这个莲花攻击性动作。它首先是有一个反把点棍压棍，然后迅速有一个上步，这个上步啊速度要非常快，然后在上右脚同时，左手回引，右手上撩。斜击前方，然后同时抬左脚，形成独立之势，棍要形成斜平面，斜面，用棍攻击。那么这个动作啊，我们也做一些讲解，实战讲解。你们先做一遍。 好，先从这儿展示开始。我现在给他一个攻击，这是个假动作。我们可以在利用道教哲学思想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。那么这个点击动作啊，会迅速产生一个反作用力，使他对方力量很大，往下压，正好攻击头部，压下去。那么这后边这个连击动作了，使对方啊。 这个向后撤步，逃脱，然后攻击人的头部，或者是攻击他这个肋下，或者攻击这个腿部、裆部。当然，我们在这一组棍法里，以攻击头部为主，打头部、抬腿，这样形成两个连击动作。所以由此可以看到，武当玄武棍呢，它有良好的护山和镇山之作用。 下一式，白猿献果。下面讲解一下白猿献果动作要领。那么在前边一组啊，应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白猿献果的动作。我们现在只是再做一次重复的解说。那么这个啊，也仍然是一个转身，上面挑棍，虚步。我们也可以简单讲解一下这个作用。 一是攻击，攻击之后呢，它会迅速做出反应来防守。那我们利用上步来打击裆部，或者是攻击它的肋部。所以这个打法、用法以及它的运动方法与前组这个白猿动作相同，积极要领基本一致。 下一式，搏草寻蛇。下面讲解一下搏草寻蛇动作要领。这个提到这个蛇，人都知道它是一种爬行动物，弯弯曲曲，这个非常光滑，而且不容易寻找，是潜伏的这么一种动物。那么在这个棍法里边，它会有很多的用法。那么这个抽血式啊，中间有一个斜击。 有一个斜击动作，斜击动作目的啊，是为了像拨开草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象形曲的动作，来产生防守和攻击这么一个基本作用。因为它变化幅度不是很大，我们可以把它的用法讲解一下。哎，再做一遍。好，比方说这个。 等我们前面啊对他有些攻击，对方啊要向我这个腿部啊攻击，而我现在没有这个及时的防备或防守动作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36计，走位上侧，回身撤步，走攻击腿部。我用这个方法来防守他。如果是你腿部啊反应很慢，他会迅速打击腿部。 而这个手啊，落把完了，这落把已经这个时机啊，时间已经跟不上了。你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会撤步走，先撤步回来，形成一个拨草之势。然后这两个步伐要反应很快，拨开。这是一个防守性的动作。下一式，白鹤飞升。 下面讲解一下白鹤飞升动作规律。接前式，上左脚，棍呢，左手握把向前点击，再上右脚，利用右脚蹬力腾空飞升，腾空飞起。飞起的同时呢，这个左手啊我后把向回拉，右手啊伸直擒送，在空中啊开始形成一个腾空弹跳、飞升点击这么一组动作。注意看，一步、两步，然后起跳。 起跳，这起跳了，这个形成白鹤啊在空中飞行这么一个动作。这个腿左腿要抬起，身体略微倾斜，略微倾斜，在空中啊完成一组空中动作，空中动作。然后落地之后呢，落地之后，棍先不要动，保持平稳，眼睛斜向左后方，平视。 然后这个动作啊要快速，弹跳啊要轻灵，给人感觉很轻灵。点棍、起跳、落地，要快速连贯、轻灵。好，这组功法也可以讲解一下它的作用。好，比如说。 我们现在拱起他腿部，拱起腿部了之后，他会往回撤步，撤步，而且加以防守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利用这个脚步这个快速反应，因为这脚步快速反应啊，要起跳，起跳攻击他。那么这个瞬间啊是非常快了，很快攻击头部。 那么中间啊是攻击、追击，以及在空中啊打击，这形成这么一组连贯、快速的动作。下一式吴龙摆尾，下面讲解一下吴龙摆尾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左手用力，以右手为轴，云棍。上步，上步是右脚抬起向前迈步，棍向前平匀，左手用力向右侧推，右手向左侧推，云棍打开。然后这个像那个。 龙尾啊，摆尾的一个动作，实际上也是一个横击啊、横扫的动作，要求利用腰力，利用棍力，棍借腰力，腰借棍为，这种力量打出来。完事。那么这个我们讲解一下它的用法。这个用法是我们要迅速抽棍。 抽棍以后，利用上身打击后背或者后脑部，啊，形成一个往收攻击。两手啊，滑把要快，相对轻灵准确，动作啊要非常安逸，而且非常有整体感，整体的感觉也出来。腰啊、腿啊、腿的拧力和腰的拧劲儿，以及两手啊。 反转之力要形成合力。下一式，扫荡群魔。下面我讲解一下扫荡群魔运动规律。接上式，走一个左脚与右脚扣拢，外摆画弧。 同时，右脚在扣步，在上脚做左脚，这三个步法形成一个小三角步，然后棍法中间云扫棍，上步，上步和横棍横扫，棍法要保持平整，形成一致。转身上步，转身上步和横扫。那么这一组棍法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身法来改变角度，增加防守和攻击这么意识。重点是在步法，这个步法经常走动，这样小三角步，这个可以熟练掌握步法、身法和棍法的中间的协调性。那我们把这个棍法也讲解它的用法。 我们先从这个前身，不是，我等一下啊，先从这个前身走。好，攻击头部，他侧身攻防守啊。那么侧身反手了，我现在开始利用步行，上左脚，转右脚，点击，或者是拦击他的腰部。 这是其中第一个打法，另外还有一种打法了，是利用别人刺棍挂，转身打击这个头部横棍，横扫头部。所以这组棍法，这个重点是利用身法、步法、角度来产生攻击和防守。下一式回头望月。 下面讲解一下回头望月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接前式了，要通过俯身形成一个左仆步，左手收棍往回拉，右手往前推，拧转腰部，从右向左拧转，形成一个收棍之势，回头望月。 眼睛向左前方平视，左手握棍，斜面向上，斜面，右手棍头略高，左手棍把尾部下落，注意仆步。此动作呀，就要略有拧身，略拧身，头向左后方平视。 这是与前动作啊是中间过渡连接，形成回头望月。下一式，霸王举鼎。下面讲解一下霸王举鼎动作要领。接上式，换右手，换把。 右腿啊，用力前蹬，左腿弓步，两手啊自胸前向前推架，做霸王举鼎动作。那么在棍法当中啊，这是一个举棍、防守一个过渡动作。那么前边呢，动作很低，那么整个上盘啊空虚，如何来防守？是对是上步啊。 在上盘能够减少伤害，那么迅速啊做一个很大的反杀动作，举棍防守。那我们讲解一下它的基本用法。如果说这个上盘是空虚的话，对方可能会攻击头部，走。那么上面一定要架棍，防止人对头部的这个攻击。 因为这个同时呢，脚步很难变化，很难左右变化，只有一个唯一动作，那就是防守。在此基础上，才能去做其他变化。那么这个动作啊比较简单，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啊或这个防身自卫当中，它仍然非常有效。要注意动作短促、快速，反应灵敏，对吧？上下要错落。 下一式，兔子蹬鹰。下面讲解一下兔子蹬鹰动作要领。这个兔子蹬鹰呢，它本身是一个腿法的运用，配合棍法上架。那么这个上架之后，右腿先抬起，向前蹬出，形成一个蹬腿动作，收回，要迅速蹬击，迅速收回。那么这个动作啊，幅度不是很大，我们做一些实用讲解。然后迅速啊上身蹬脚，蹬他对方的胸部或者蹬裆部，形成一个腿部腿法攻击动作，举棍蹬腿，乘虚而入。所以这个动作啊，要求这个大脑的反应要快，动作要准确，力取脚跟，利用身体向前力冲力，增加脚跟呢它的打击力和蹬击力啊。 完成兔子蹬鹰这么一组完整动作。下一式，金鸡散把。下面讲解一下金鸡散把动作要领。金鸡散把接上翅，接上翅，它是象形曲翼，右脚向后方。 点地落下，那么意欲这像金鸡一样，两个翅啊相合拢，散开的意思。然后棍呢，前手、右手啊收棍，左手啊持棍把向下压回抽，再抽回。这棍法是一个回旋的半弧形棍法。 那么这个也是在败中取胜，这么一组这个比较有效的棍法。我们做一个讲解。那么前方呢有一个蹬腿，然后对方啊会迅速收棍，迅速收棍，收棍之后呢，他会准备扫圈来扫腿部。不是啊，等一下啊，慢走，蹬腿还要扫。 那么这回收棍，挂住，金鸡撤把，挂住，把棍挂住，防止对方对你的攻击。走，收，往回收。那这是一个防守性的动作，要求这个心神要安宁，这反应要快，而且撤步要准确，把握对方的动机，然后寻找时机，防守反击。 下一式，鹤立鸡群。下面讲解一下鹤立鸡群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身体啊向后转，转身有一个花，然后收后把，撤步。 我看把这花走一下，撤步出掌，转身，上步，走，撤右脚，踢左脚，抬，这个用左手掌击出，做一个击出动作。 来，再做一遍。好，讲解一下用法，走。好，后边咱们讲这个前边讲一下扫击。扫，那么这个回身先扫完棍之后啊，低头。 然后中间呢，还收，再抬腿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定型或者是转折这样一组动作，扫，收棍，抬腿。这一组棍法实际上是一个连贯和过渡中间这么一组棍法，中间掌握它的这个方向和扫击，转身，然后踢旗抬手。 然后这个动作啊，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性和复杂性，所以我当弟子袁立敏再做一次示范。下一是黑虎、巡山。 下面讲解一下黑虎巡山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中间有一个小外摆步转身，转身过程中呢，有一个小腿法，是一个挂面腿，类似于我们讲离合腿这么一个基本腿法。然后棍法开始云棍，转身向从右向左横击。 那这组棍法重点是通过步法、靠步、转身，一个挂面脚、转身、云棍、扫棍这一组动作。那我们讲解一下它的用法。好，如果说对方攻自棍的话，我们中间有一个防守的话，再加上一个步法跟步法，那么后边实际上是一个利用棍法防守、转身、挂面脚，那么这个是用腿法结合棍法的防守和腿法攻击，形成一组棍法。那么最后呢，后边是一个转身呢，云棍之后反击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棍法利用腿法攻击之后，形成第三组打击方法。 咱们先从这儿，好，那么这儿呢，它这个攻击对面部的攻击，我们仍然还是这样，用棍拨开一个小云花，拨开之后攻击他头部打击，利用身体腰部的拧力打击出去，完成这一组动作。下一式五龙朝圣。 好，讲解一下五龙朝圣动作要领。五龙朝圣啊，这与武当山、武当道啊和武当派的信仰有关。说真武大帝啊得道之后，由五龙啊来出现鹏盛。那我在武当棍法当中，寓意深刻，象形取义。那么这个掌形啊，我们前面也讲过，它是一个特殊的龙形掌形，是五指分开，然后利用回身扫的动作，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后边一个棍花，一个小五花，落地出掌。这出掌呢是从腰部往前推出，棍架于后方，右左手推掌，右手持棍。 形成一个小七龙步。那这一组啊，一定借助身体和脚步。先是右脚上步，左脚扣步，右脚再摆步，左脚再扣步，形成这样扣摆连环一个步法，从中间扫棍，最后完成背棍，五花背棍出掌，掌心向前。 竖掌，掌心含空，高不过眉，低不过胸。下蹲，仰目向前平视。好，这个棍法我们再简单做一些讲解用法。好，往前走。如果是扫棍，对方低头。 低头之后，我们这个棍法仍然还可以再扫、再打、转身、再打腰部。那么从上盘转身呢，我们转身再打到中盘。最后了，后边是背棍。背棍啊，实际上是一个进攻啊很快的一个感觉，就像对方啊从后边扫击我后背部一样，扫击后背部，哎，我用后棍呢架住，近身攻击。啊，它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含义。 尽管这个变化幅度比较大，但是动作给人看起来还是非常庄严，也非常感觉顺遂。所以要求在走棍过程中，落步重心要稳，出手啊要轻灵，不要太笨重，要很轻灵。出手，然后眼睛睁大，目视前方，注意脚趾抓地扣力，避免因为惯性过大而破坏重心。下一式局香竞走。 讲解一下局香竞走动作要领。接前式，接前式，然后左脚上前进半步，右手棍向前收棍，画力圆，要画力圆。 然后，左手与右手相合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形成局香竞走之势，意味在武当派敬奉祖先、敬奉历代祖师之意。局香竞走，两脚与肩同跨，保持神态安然，庄重，气若丹田，精神集中。 那么这个是一个礼节性的动作，我们不做这个其他解释，只要大家能够保持神态安然，非常飘逸，气若丹田，精神集中就可以了。下一个动作收式，下面说明一下收式动作。 收式意味着武当玄武棍到此就结束了。那么收棍呢，也意味着整个演练从这个精气神到此收拢心中，静神凝意，呼吸绵绵，沉入丹田。那么玄武棍呢，这个经过收式来完成整个精气神的调节和。 这个气力、功、棍法、形中间的完美的这个收摄。